我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晕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你也没事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多多，你等一下。我这次来找你姐，真的没有恶意，请你相信我。那你什么目的？我是为林志军，他真的很爱你姐，也很担心他。我能见你姐姐吗？我姐说林志军已经死了，她再爱我姐也没用了。而且我把你跟我说的话都跟我姐说了。 他说你那是胡说八道，也不让我理你。今天要不是看你可怜，我才不理你呢。对不起啊，多多。你说，你姐已经把林志军给忘了，那她是有新的男朋友了吗？你问这干什么？啊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我不会跟你说我姐的事儿了，你也别再找我姐了。我走了。 谁啊？你好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可以进去说话吗？请进吧。 你想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我说完就走。你想说什么？虽然我不知道你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是我请你不要再来打搅陆安娜了。赵平凡，你知道为什么来找陆安娜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请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哥哥生病了，他正在接受治疗。 他得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血液疾病，目前世界上都很难治疗。哼，是林志军让你来的。是。徐小姐，我想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陆安娜学的是美术，不是医生，所以她治不了林志军的病。 赵平凡，我哥哥为什么假借沉船失踪？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得了重病，他不能跟安娜结婚，他怕连累安娜。他本来已经打算放弃治疗了，可陆安娜突然去槟城找他，才重新燃起了他对爱情的渴望。他现在正在接受治疗，但他每天都梦见陆安娜跟别人在一起了。 我为了鼓励他继续接受治疗，才同意跑来中国，看看陆安娜有没有跟别人在一起。你不相信？
好曲折的故事啊。你说电视剧是不是就这么编出来的呀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我哥哥真的生病了，我不可能拿他的事开玩笑。他林志军都能拿死开玩笑，拿生病开玩笑算什么？赵平凡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好，就算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哥哥真的非常爱卢安娜，卢安娜现在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。那就请你转告林志军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配说爱这个字。赵平凡，你是不是爱上卢安娜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请你们兄妹俩不要再来打搅卢安娜了，不要再来折磨她了。看来我哥哥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安娜爱谁那是她的自由，我希望你心里清楚，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在陆安娜心里，林志俊已经死了。怎么没有关系？我哥是为了陆安娜才冒险接受治疗的。如果他知道陆安娜已经不爱他了，我敢肯定他一定会放弃治疗的。好，那就让他去死。这个冷血动物。喂，哥。秋妍，你见到多多了吗？我见到了。怎么样？我去陶艺坊找多多，我跟他说这些工具是你给他的，他特别的高兴。他还说，陆安娜现在没有男朋友，哥，你放心吧。那。我能再麻烦你去找安娜一趟，让她跟我通个电话吗？我想听她的声音。哥，你怎么得寸进尺啊？你开始怀疑她有男朋友，我去问清楚了，她没有，你现在又要跟她通话，你忘了当初是你先伤害她的吗？我跟你说，安娜不可能痛快原谅你的。你的事我不管了，等你病好了，你自己去面对他吧。我只是想听听他的声音嘛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能不能再……喂。是啊，越来越复杂了。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还没想好。我们静观其变再说吧。哎，他怎么样？谁？安娜？挺好的呀，就是没吃晚饭。又不吃？是啊，给他点了一堆东西，但是他说没胃口，不想吃。不会又戴着耳机躺到大半夜吧？那我怎么知道？现在还没到半夜呢。你说我要不要主动找他聊一聊啊？
别逼得太紧。干嘛呢？哎，那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打电话呢，我怕吵着你，就出来了。你给谁打电话呢？跟赵平凡。啊，来来来，我跟他说两句。喂，平凡。安娜。啊，我想跟你说，你不用再担心我了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啊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只是……哎呀，平凡，好了，某个人他已经死了，他妹妹就算现在出来，我也绝对不可能原谅他，所以你跟格雅就不要再为我操心了，知道吗？那就好。那，说完了。嗯。嗯，早点回来休息。啊，行，你早点睡吧。嗯。格雅，格雅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提醒你啊，你别总是一惊一乍的，吓着呢。我怎么吓着他了？他吓着我才对呢。你记住了，当着安娜的面，你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关于林志军和他妹妹的事儿，他不说你也别说，他要是说，你就顺着他说。明白吗？明白了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呀？记住了，别什么事都挂脸上。行，知道了，跟你学习，做个面瘫，对吧？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你又不去上班了？我不去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你好，你是不是林志军的妹妹啊？陆安娜没来上班吗？她今天不太舒服，没来。那她在家吗？对啊。嗯，哎，徐小姐，我能跟你聊两句吗？我叫格雅，是安娜最好的朋友。就那天你来我们家找我们，咱们也算见过，你还记得吗？她的事儿我最了解，我跟你哥也很熟。不信你可以问他我的情况，所以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或许我可以帮你。刚好我也有一些林志军的情况想要了解一下。你想了解林志军什么事啊？关于林志军的一切事情，比如他的父母，他在哪儿上过学，当然了，最重要的呢还是他的爱情。你了解这些事想做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杂志社呢现在觉得林志军跟陆安娜的爱情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，就以他们的事件原理写了一篇小说连载，出来以后读者反应非常强烈，所以我就想通过你对林志军做进一步深入的了解。陆安娜同意这样做吗？只是借由他们的事件，又不是真名实姓。可你刚才说是即时报道，口误嘛。哎，对了，你跟你哥为什么不是一个姓儿啊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先帮我录一段陆安娜说话的录音。录音？你要录音干什么呀？那你别管，只要是陆安娜的声音就行，她说什么都可以，内容不限。对，只要你给我录音，我就满足你的要求。我回来啦。竟然那么早啊？
对啊，杂志社让我下午出去采访，被采访的人呢临时要出差，所以啊我就没事了。嗯，陆安娜小姐，请问你的专长是什么？专长？画画啊。你问这干嘛？问卷调查啊。什么问卷调查？工作满意度问卷调查。哎呀，配合一下我了，我问你的，好吧？你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吗？不满意。不满意。对你而言，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主要来自哪方面？没有。有。是你通常都是通过什么手段排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？睡觉呗。我说安娜小同学，咱俩还能愉快的玩耍吗？不能。你会不会太敷衍我了？哎呀，我怎么敷衍你了嘛？你说你有事没事弄个什么调查？那刚才路边有人发的，说我要是调查了10个人，就可以去百货公司领取一套完整的化妆品。拜托了，帮帮忙嘛，好吗？行行行。你最想去哪个国家旅游？为什么？此项回答必须满200字啊。我最想去的地方。等等，你写小学作文了你？不让你写，我写，你说。嗯嗯，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印度。嗯，因为我想去看那儿的泰姬陵，不仅仅呢因为泰姬陵是那儿的文化遗产，也因为它是印度的明珠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印度，因为我想去看那儿的泰姬陵，不仅仅呢因为泰姬陵是那儿的文化遗产，也因为它是印度的明珠。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泰姬陵的爱情故事。尽管有人说沙贾汗不过是个好大喜功的暴君，修建泰姬陵根本不是为了纪念他的爱人，但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世上真的是有那种情深意重的男子，有穿越时空的思念，有生死相随的爱情。所以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印度的泰姬陵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这期的稿子完成了？马上就完成了，我已经成功的采访到了徐秋妍，而且我已经搞清楚了他跟他哥为什么不是一个姓儿。说什么呢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就这些呀？对啊，为了生病不想连累别人，这也太老套了吧。可是他就是这么说的呀。不对，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，你一定要再去找他，想方设法让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。但是我最近手上事儿特别多，而且这一期的稿子我也还没写呢。敲开林志军妹妹的嘴，比你写10期稿子都有价值。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放下手里所有的活儿，马上去找他。好吧，那我再去试试吧。徐老师好。哎，多多，你来了。嗯。多多，有人等你半天了。谁啊？嗯，这位小姐点名要你做她的老师，已经等了你一下午。多多老师，请多关照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没给你打招呼就直接跑过来了。你来找我干嘛？林志军说你陶艺做得特别好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个陶罐，我带回马来做个纪念。你要回去了？对啊，我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啊。行，把你打发走了就好。你喜欢什么样子的？有灰陶、红陶、白陶和黑陶。嗯，都可以。总得选一个吧。
你什么时候走啊？应该很快了吧？朵朵，你喜欢林志军吗？嗯，我姐不喜欢林志军，所以我也不喜欢林志军。哇，朵朵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朵朵，你能别跟我生气了吗？朵朵，谢谢你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这个陶罐的。不客气，你回去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，我们家人都不喜欢你。嗯，我知道。哎，我请你吃饭吧。不用了。可是我马上就要回马来了，以后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你送我这个，我总得表示一下感谢吧。真的不用。那我请你吃冰淇淋吧。行。你喜欢什么口味的？随便。多多，林志军有个同学叫赵平凡，你认识他吗？认识啊，他是我姐朋友，在我大姨公司上班呢。他经常去你家吗？也不是经常了，你问他干嘛？啊，林志军说他们是大学同学，他还说，他是通过赵平凡才认识你姐的。赵平凡啊，他弄死我仓鼠，那会儿我觉得他挺坏的，但是后来发现他这人还挺不错的，我挺喜欢他的，我大姨也挺喜欢他的。那你姐呢？你姐喜欢他吗？哎，多多，多多。徐秋妍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，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呢。对不起，我已经没什么好说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再告诉一些林志军的事情，我可以再帮你录安娜的声音啊。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安娜的声音了。万一哪一天林志军又想听安娜的声音了呢？你不是不写作业吗？写着玩呗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今天跟你说话的那个女的是谁呀？什么女的？就是在你们陶艺教室旁边，我一叫你，你就跑了。你抢我了吗？没听见啊。哦，那问路的。你胡说。有跟问路的在一起吃冰激凌的吗？那我跟你说了，你又不信，不跟你说了。那个女的我看着眼熟，不可能是你同学吧？比你大呀。哎呀妈，你别瞎琢磨了，那就是我们陶艺馆一老师。行了行了，完了。对啊，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，你还有没有更新鲜的？我不是编剧，编不出你想听的那些故事。现在换我问你了，陆安娜跟赵平凡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想知道。朋友关系啊。但我觉得赵平凡好像很在意陆安娜，他是不是陆安娜的爱人啊？这当然不可能呢，你想什么呢？赵平凡是我的人。该我问你了，林志军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安娜。嗯，你这几天是不是没去上班啊？嗯。为什么？我就不想看见女魔头那张脸。怎么，你怕他？怕他？你觉得我会怕他吗？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回去上班，让自己充实一点。老是一个人待着，会胡思乱想。再说了，你要是不去上班，没准你那帮同事真以为你怕那个女魔头。明天我来接你吧。嗯，好吧。
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？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陆安娜到底有没有男朋友，她到底心里还有没有我哥。只有这个吗？就是这样，不然我干嘛再一次跑来遭受你们的白眼啊？真是让我脑洞大开啊。戈亚小姐，现在能救我哥的就只有陆安娜了。我不知道陆安娜跟赵平凡是什么关系，但我跟我哥说陆安娜现在没有男朋友。如果我跟他说陆安娜现在心里已经没有他了，他一定会崩溃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一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，别的我不敢保证，但是赵平凡跟陆安娜肯定不可能是恋人关系，因为安娜知道我喜欢赵平凡啊，怎么可能呢？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哥哥昨天听到陆安娜的声音以后特别的高兴，真的谢谢你了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给他们俩来个现场直播。什么现场直播？就是跟林志军说好，然后把电话接通，让他在电话里可以直接听到安娜的声音。这样好吗？应该好吧。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对啊，采访人很累的。吃饭了？我吃了。你怎么又吃泡面啊？喂。我是葛雅。啊，一会儿呢，你就听着就行。你别出声，好吗？哎，对了，你那天跟我讲的那个，就是印度的那个爱情故事，那俩人，你说如果他们没有死的话，会在一起吗？可能会，但也可能不会。我觉得会。这种事情假设不来的。哎呀，我好累啊，我先睡了。啊，不行，先别睡啊，再聊会儿啊。哎呀，我不行，我真的要睡了。再聊会儿嘛，聊五毛钱的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再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如果哪一天你发现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会原谅我吗？那得看什么事儿了。那你最不能原谅的是什么事儿？欺骗。你问这个干嘛呀？没什么呀，随便问问。我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？我了解啊，我只是在假设嘛。哎，葛雅，你手机怎么亮着？你在给谁打电话？没有啊，你看你电话还通着呢。可能是不小心拨出去了。你怎么还给马来西亚打电话？怎么会啊，这不就是马来西亚的区号吗？喂，你谁呀？你说话呀！我问你谁的，你说话呀！安娜，林志军，安娜，安娜，林志军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我们俩之间已经结束了。你怎么联系上他的？他妹妹说林志军想听你的声音。你瞒着我去找徐秋言了？你有毛病啊你。不是安娜，你听我解释。够了！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跟我解释？我现在最不想听的就是解释了。我只相信我眼睛看见的，别的我什么都不想听。哥呀，我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跟他居然一起来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我是想帮你啊。帮我？你们这样里应外合算什么帮我？他给你什么好处了是吗？我能有什么好处啊？林志军没死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不是我碰到徐秋言，他告诉我，
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？林志军的死活我才不要管呢！我现在问你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没有骗你啊！林志军他病了，他妹妹请我帮忙，林志军就想听一听你的声音。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啊。是他妹这么跟你说的，是吧？是啊。这种鬼话你也信啊？我信啊，不然他来中国干嘛？给你一个棒槌你就当真了？你以为我脑子跟你一样啊？你不能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呢？你心里明明就有林志军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他呢？柯雅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林志军在我心里已经死了。还有，以后我的事情你再也不要管了。喂，哥，你听到安娜讲话了吧？我还……哥，哥，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金律师，你赶快到病房看看林志军。我在跟他通话的时候，他好像晕倒了。准备出战，两百一次，其他人走开。两百两次，其他人走开。病人恢复窦性心率，出战成功。血压多少？60/40毫米汞柱，还在下降。右旋糖苷500毫升，加压快速滴注，颈推多巴胺4毫克。右旋糖苷500毫升，加压快速滴注。颈推多巴胺4毫克。听说昨天晚上很危险，你是在地上发现的他？嗯，是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潘教授说什么并发症都可能发生，他说他也没办法。哎，哥呀，这个是你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然后这个帮我给安娜吧。还是你给他吧。你瞒着我去找徐秋妍了？你有毛病啊你！我说安娜，你听我解释。够了！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跟我解释？我现在最不想听的就是解释了。我是相信我眼睛看见的，别的我什么都不想听。哥呀，我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跟他居然一起来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我是想帮你啊。帮我？你们这样里应外合算什么帮我？他给你什么好处了是吗？啊？你这两天是怎么了？跟丢了魂似的。没有啊。什么没有？你自己写完的稿子你自己不看吗？啊，前言不搭后语的。我跟你说的话白说了。哪儿不合适我再改。什么改？全部给我重写。我们的风格不能变，得按照原来的套路写，你知道吗？全部重写来得及吗？什么来不及？来不及你就给我24小时加班，谁让你胡写的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一言难尽啊。他知道小说是你写的了？没有啊，小说又不是我写的，少给我下套。他到底怎么了？林志军。林志军？林志军的妹妹徐秋妍来找我，她说林志军特别想念安娜，想听听安娜的声音，我就答应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拨通了林志军的电话，开着免提，假装跟安娜聊天，好让林志军可以在电话里面听到安娜的声音。结果安娜她发现了，生气了。哥呀，我是怎么叮嘱你的？我知道，在他面前不要提林志军嘛。那你还提？我没提啊，开的免提。这么傻的事儿，估计只有你哥俩能干得出来。哎呀，我知道我干了一件特别特别傻的事儿，你别说我了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？想什么办法？你为什么要帮徐秋妍啊？因为我想，毕竟曾经我们跟林志军也是朋友啊。什么朋友？我跟你说，自从他说他死了以后，我们就不是朋友了。可是什么啊？哥呀，你要是再这样，谁都帮不了你。我走之前你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？你听到安娜跟格雅的通话了是不是？多多和格雅都跟我说了，安娜她没有爱上别人，她现在志军突然昏迷了，这下已经过去几天了，都不见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会长，这样的治疗方法还没有通过临床，是你们非要进行的，而且少爷呢又增加了药量，什么结果都不是意外。对不起，这样的结果我没法控制，我们还是停止治疗吧。再努力坚持几天吧。我尽力吧，其中的风险你们也都了解。拜托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手里拿的什么呀？过节了，公司发的。我今天还买了虾，今天晚上给你们做蒜蓉开背虾。葛雅还没回来呢。啊，没事，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。
你们俩是不是闹别扭了？你去问他吧。你看看你俩说的话都一样，这么多年好姐妹，因为一点小事不开心，不至于吧？他这次真的是要把我气死了。怎么了，到底？你说，他是不是很过分？葛雅是怎么找到徐巧言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天天鬼鬼祟祟的，谁知道在背后是不是还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？